们要恭请马总统致辞，请各位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马总统。医护同仁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女士先生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应邀来参加我们成大医学院附设医院22周年的院庆，跟门诊大楼临床研究暨癌症中心的落成典礼。在过去，从民国77年我们成大医院开始启用到今天22年来，我们这所国内非常知名的医学中心已经缔造了许多精彩的记录。22年不算是长的时间，可是我们看到在不久前得到了国家品质奖，癌症诊疗品质认证医院评鉴的 A 级，还有新竹医院评鉴特优，这些肯定对于南部地区民众的照顾提供了极为卓越的服务，这一方面呢让我们十分的感佩。尤其是成大医院呢，它基本上是一个后送医院，换句话说，要对于许多基层或者是私人诊所这无法治疗的疑难杂症，他必须要担负最后的责任，因此在许多方面呢，责任要比其他任何地区的医院来得沉重。尤其是去年8月莫拉克台风带来的水灾，造成许多的伤患，也是靠我们成大医院发挥重大的效用。不过因为民众求诊的人数不断增加，每天都超过4000人，必须要再行扩张，因此在3年多前动工新建这个门诊大楼跟临床医学癌症研究中心。我们很高兴看到成大医学院的发展，也非常肯定它的贡献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国家整体医疗环境的改善脚步也不容放缓。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未来朝向提供老人长期照顾，而且希望有长照的保险，补助弱势缴交健保费，这早就开始实施。尤其是希望能够加强对于重症的治疗，包括癌症在内，我过去在竞选的时候也提出政见，希望在几种比较多的癌症能够减少10%。那其次呢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呢，就是推动二代健保的实施。二代健保能不能够完成立法呢？其实跟未来我们整体医疗环境，尤其是医院的经营，有绝大的关系。因此我们也希望呢，大家努力来帮忙。那此外呢，我们医疗的投资在过去呢，大概只有我们 GDP 的6%。过去我提出来的政见呢，是希望未来能够增加到7.5%。我们上任第一年达到了6.39%，去年再增加到6.7%，希望将来呢尽快能够达到7.5%，让我们医疗的投资能够跟先进国家并驾齐驱。除了改善国内的医疗环境之外呢，我们在国际上的活动也比过去来得更为频繁。各位都知道，前年我们第一次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所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， 这是我们回违了联合国专门机构38年之后的第一次参加。我们今年杨署长又代表我们到日内瓦去开会，这个其实不是去拜拜或者去作秀，因为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呢，我们实质上对我们有帮助。
最明显的就是在 H1N1 新流感发生之后，我们透过 WHO 的机制能够得到澳洲有关这个病毒的毒株，因此用来制造我们国内本土制造的疫苗，使得这个疫苗能够适时的在去年11月中旬呢能够开始全面的施打。各位可能都知道，我们施打率全民是25%，全球第五位。18岁以下的青少年施打率是75%，是全球第一位。也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我们 H1N1 的死亡率一共只有41位，在全球来说名列前茅的少。比起 OECD 就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，主要是欧美国家，只有他们的1/3，只有美国的1/5。这是一场非常漂亮的仗，在场的贵校的苏院长一人先生对这一点非常的了解。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参与国际组织对台湾实质的帮助，当然我们也要来回馈，因此我们向世界卫生组织公开的表示愿意提供价值500万美金的疫苗，包括疫苗在内其他的药品，来帮助其他的国家。我们的友邦瓜地马拉已经主动的表示希望我们能援助他200万剂的这个疫苗。所以我最近到太平洋岛国去访问，看到我们国内对这些国家的援助，譬如说在马绍尔群岛，这个只有6万人口的国家，可是它的这个白内障比率非常的高，主要是因为他们日照非常的强烈。那我们卫生署就派万方医院去诊疗，不要小看哦，一个小小的医疗团在当地受到的重视跟欢迎，简直像神明一样。那我跟一些治愈的人照相，我就问他白内障困扰他多久了，他说3年了。我说你现在，他说好像新的人生一样，那种感恩之情啊，溢于言表。其实这不是只有这个地方，所罗门群岛人口58万，我们在20年前就设了一个中央医院，然后最近又增3期都完工了，最近又增加了一个台湾健康中心，在工位方面继续帮助他们，也是一样，台湾的医疗人在那边受到非常高的尊重。又譬如说像基里巴斯、图瓦鲁这些小国，都不到10万人口的，我们那边推出很多公卫的计划呢，帮助他们。所以台湾的医疗团队、公共卫生团队，在许多相对来讲发展比较低度的国家呢，得到非常大的尊敬。这是我们这个医疗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一步。因此在今天成大医院新建门诊大楼落成的此刻，除了来表示恭贺之意之外呢，也希望我们台湾在国内在全世界的医疗水准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事实上台湾在这方面已经列于世界的前列，我们的健保制度、我们的医疗水准可以说都相当的不错，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需要大家共同的投入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次的恭喜成大，恭喜医学院。我另外还有一点，早年跟成大医学院的渊源，在座诸位可能都不知道，我民国82年当法务部长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非常缺乏法医的人才，当时就跟成大签约，透过公费制度呢来培养法医人才。我还特别到这里来探望那几位在这个领域的法医，就是病理医学，就是法医病理学的这个同学，还跟他们晚上一块吃牛肉面，当时的校长是吴京先生，印象非常的深刻，在这里呢再一次表达我的感谢。最后祝我们成大医学院、成大医院医护同仁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马总统，请马总统留步。揭幕典礼仪式，请揭幕。
紧接着要恭请总统及院长共同进行签名纪念仪式，而这个陶瓷盘就是由我们郭院长所亲自绘制的图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总统跟院长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念品，代表着成大医院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谢谢总统及院长。大部分病人都是得癌症病嘛，对对，我这个是你那个团队好，了解。大概晚上，所以它是有特别成型。